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蒜蓉金针菇。现蒜蓉和金针菇搭配起来，那绝对是天造地合的一对儿。金针菇呢，我采用的是日本长野县的这种。这个金针菇这么一小把，要搭配一头蒜，对蒜蓉的这个需要量非常大的。其他的配料呢，有干辣椒，因为其实更好是用小米椒，可惜我们这是日本。没有，日本人不怎么吃辣，所以说根本买不到小米椒，他们超市里卖的这个辣椒青椒都是不辣的。火腿丝儿，还有葱，蚝油，日本蚝油。我们把金针菇剪好根，然后洗好之后呢，找一个盘子把金针菇这样非常整齐的让它排好队，然后把火腿丝放在中间，别着急哦，一会儿还有一层啊，这只是夹心的。下面铺一层金针菇之后呢，上面铺上火腿丝。想想吧，蒜蓉的香味和火腿丝鲜味还有金针菇的这种口感放在一起，多么奇妙的一种组合。中间码好这个火腿丝之后，我们在上面再盖一层金针菇，把火腿夹在中间，现在我们把隐藏好火腿丝的金针菇放在旁边备用，把这个蒜蓉切好的蒜末呢和干辣椒放在一起混合，下锅煎炒做蒜蓉。把锅烧热之后，倒入适量的油，放入一点点酱油，一点点蚝油，少许盐，在药焦还没有焦之前关火。我们把这个炒好的蒜蓉呢，要淋到这个金针菇上，把它放在这个蒸锅里开始蒸它，利用等它蒸锅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再准备一点点干辣椒和这个碎碎的葱叶，切成碎碎葱叶，等起锅之后还要有用。大火猛蒸10分钟，你可以关火了，那效果多么美丽啊，一颗颗的可爱的小精灵一样的金针菇。我现在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绿色的小葱叶葱花放上去，再淋上一点点生抽，最后干辣椒，那边呢我们需要烧一些热油，最后我们要把热油浇在上面，热油激发出辣椒和葱的香味，和金针菇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非常精美的一道菜，我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请你点赞订阅，谢谢。